今日蚊子坑。冬天的气息浓厚，六条鱼，只剩六条鱼。这鱼也养了两年多了。今天要拔的香蕉很肥啦。今天收成了两串蕉，佛手蕉不得不收成，因为叶子掉光了，只好把它拔下来。这一串还蛮饱满的，芭蕉。清了这一块地，从来没看过它的庐山真面目。今天把很多树给砍了，这块地非常的泥泞，也蛮低的。或许可以作为排水的地方，房子旁边。野姜花在这里，砍出来的大多是桑树，很大枝啊，砍了不少。剩下那一点点，大棵的都是桑树。